BED 系列隔爆型电力液压推动器，根据爆 1.1 用途栅性环境第一部分设备通用要求和爆栅性环境第二部分由隔爆外壳地保护的设备的规定制成隔爆型，防爆标志为 SDICT4GB， 适用于工厂中具有 IA、IB、RIC 级温度组别为 TET4 组栅性气体的危险场所。推动器主要由隔爆电机、离心泵及带活塞的液压缸等件组成，电机轴和电机壳间、电机壳和下端盖间、电机壳和接线板间、电机壳和接线和盖间及接线螺杆与接线板间均为隔爆接合面。为了防止液压缸中的油一旦泄漏后侵入电机内部，在油封下再增加一道防油措施，一档油盘使泄漏下来的油从电机壳泄油孔中排出，一显示报警作用，以便及时更换密封件。工作原理，电机一接通电源就驱动液轮旋转，由于离心作用使液压缸的工作腔内建立起油压推动活塞运动，并通过杆接头对外输出机械功以驱动制动架或其他机构。当电机断电后，液轮减速直至停止，油压降低，最后消失，活塞在外负载和自重作用下返回到初始位置。Contour Break, Rainbow Bridge, Escort All Directions.